主播我真笨，全弄到手上了。年轻人小少看一点啊，看多了对你心理以及生理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。好，71滴血，捅一刀，一段 Q 走位，二段 Q 攻山立地的 A 一下。操，这个就太不讲道理了，一段 Q 二段 Q 攻山立地斩，捅一刀交闪，对吧？小心他会来个 Q 闪吗？有可能。撤，龙不吟虎不啸，小小剑魔、啊、不是，小小金属大师，可笑可笑、哦、一段 Q二段 Q 长德锁链，三段 Q 哈哈半血没了，一段 Q 长德锁链，二段 Q 空山立地斩，捅一刀，捅两刀，捅三刀，捅四刀。这一首王者级别的走 A 你学会了吗？咱家一段 Q 二段 Q 一长德锁链，攻山立地斩，直接带走。我发现剑魔打这些英雄还比较好打，打什么金属大师啊，打这个盖伦啊，打狗头啊，都还可以。大家肯定觉得这个金属大师有点菜，其实还好，兄弟们，其实你会发现他还好，他只要稍微中了我第一个技能，后续技能他躲不掉。一段 Q 二段 Q 三段 Q、就是边缘拉扯，好吧，他是不是非常绝望，兄弟们？我他妈更绝望，兄弟们，这个手给他剁了，除了会打，不好意思，我又弄到手上了、来看好了，这一波不要眨眼。一段 Q 二段 Q 封山立地斩，捅一刀，何可打乐A 他死了 A 一段 Q 二段 Q 空山立地斩 Nice